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你活在曼宁的阴影里一辈子。曼宁姐，我是浩明，人后。不怕你，快走！为什么每一次每一次你都要推开我？我求求你，你抱抱我。哥，我挺喜欢曼宁姐的，你可别杀了她。我很孤单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你了。放手！你是我的人，听清楚了吗？而且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下辈子也不可能。杀了！既然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要，那就要想办法改变。我哥跟曼宁姐在一起了。我的女人，就算我不要你了，到底也随便来闹。曼宁姐。被他最深爱的男人杀死，我却查到我的亲弟弟是帮凶。